witches have been a mysterious and dangerous existence for centuries. They have the power of magic and the power of nature. They can do anything. They are in the history of nations. Our story is about a watch. 我们呢，还是换成中文吧。我们的故事是讲小人，对不起啊，是这个小人。话说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个小人村，他们生活的极其隐秘，也极其落后，但他们有个秘密武器，他们利用权杖开辟了一条通往异世界的道路，开启了一场学习之旅。亲一下呗，啊，来嘛。哎，怎么这么多破地儿啊，这里太吵了。没事，我给你堵上，来。怎么那么吵，我爷爷不去看看。彤彤，你还管不管？哇，快七点半，准备刷个牙了，还能再睡十分钟。大王压死，炸了啊！哎，老婆子，咱们是不是该收房租了？对了，交房租。我不都赢了吗？我们贴条了呀，快点，三百，少一百啊，走，走。这牌打的，开门开门，把门打开。谁啊？我，房东，快开门呐！开门。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快点来了，哎，等会儿，再不开门我就进来了啊！哎，马上马上，来了来了，房东太早，早你个头啊！整栋楼都醒了，就你还没醒啊？对啊，连我们家狗都醒了，还有你的闹钟啊，把隔壁小孩都吓哭了。对啊，听说还吐奶了呢，深更半夜才回来，灯还开得那么亮，能不能早点回来呀？早点回来，可能嫖娼去了吧。喂，干什么？没什么。还说没什么？看看看看，哇，这么脏的袜子，你洗不洗衣服啊？啊，哦对了，房租什么时候交啊？哎，对了，还有你的鞋子啊，你不要放在外面好不好？你放在屋里没有关系，你放在外面臭了邻居们，我该怎么交代呀？还是先交房租吧。最近手头不太方便。滚！但是我们不管怎么说呢，我们还是应该先把房租交了，因为房东太太对我们的大恩大德不耻，难忘。没有房东太太，哪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没有房东太太，我们什么也干不成，哪有这么好的房租，对不对？一定是这样的。房租八百。电费是127.3元，水费23元，一共是1750.3元。哦，对，交房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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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给您。哎，怎么了？50.3元啊？哦，应该的。哎，
哎，干什么？五十呀！说好的零钱我管的吗？对呀，三毛啊！哎，老婆，你脸上条子什么时候掉了？是吗？哎，老公啊，你的黑眼圈也大了，咱们回家喝点幻能，接着打啊！哎，见鬼了！隔壁老王最近手气怎么那么好啊？慢走，慢走，慢走，慢走！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嗯。哇，你真棒！今天他都没有打你，只是骂你，太棒了。我抽死了，抽死了，真的该打算一下了。裤子都比你糟，你那什么味儿啊，这么臭啊！哎呀，想当年我在马来西亚创业的时候，那是起早贪黑呀，也没像你现在这个样子。这男人讲的是股气质啊！你看，虽然我脸长得比较困难，但是你看，我虽然长得困难，我这，哎，你大爷！哎，对了，哎，臭小子，臭小子，昨天客户投诉说少了一个包子，是不是你拿的啊？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哎呀，这个臭小子！对不起，老板，对不起，对不起。老板点的外卖到了。啊！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对不起，对不起。挺熟的呀，怎么会找不到呢？哎，阿婆啊，你好，是这样的，我想请问一下，长盛街81号小人书王国在哪里？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也没听说过这个店呢。见鬼了！什么鬼地方啊？是不是鬼定的啊？信不信我吃你个包子？随便吃人包子不好吧？谁说要吃了？我就是看看。真是奇怪了，怎么找不到长人街81号小人书王国呢？你是说小人书王国吗？啊，喏，前面左转就是了。是不是真的呀？我刚从那边过来。
那我给你画出来了。哎，走得挺快嘛，长得挺漂亮。圣街81号，真有这个地方啊！既然来了，就进来吧。放下吧，等你很久了。哦，老太太，这个地方很偏僻，很难找的。来，小伙子，啊，帮我去拿个东西。老太太，我很忙的，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吗？还要我来帮你，想瞎了心了？赶紧给钱吧，真是的。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呢，也不懂尊老爱幼了。这个盒子一直在等它的主人出现，他跟你有缘，就送给你了。哇，这盒子这么破，包块布，值不值钱呢？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我看跟你有缘才送给你的。祖上传下来的，哎，那不就是古董吗？有点意思啊。啊，老太太，我可没钱啊，最多这次算我请你。那我走了啊，你别后悔啊。我走了，不许反悔，走了啊。终于找到是该收拾一下了。是该打扫一下了。这么多年都这么过来了，还打扫它干什么呀？打扫完了，自己住的也可以舒服一点嘛。你说的对。哇哇哇哇哇哇，这么多衣服，起码都过年了。可是你不洗会越来越多的。那不一定啊，我跟你讲，是不是？对，
说不定呢，哪一天有一个心地善良、长得又漂亮的女孩子愿意帮我洗呢啊，对不对？就你这样的，谁会看上你呀？哇，我跟你讲啊，你可不要乱讲啊！今天就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给我她的照片呢啊，关你屁事啊！嗯。就拿这个东西给我，啊，能值几个钱呢？啊！你看看你，你看看你那个倒霉的模样，老太婆都骗你啊！OK， 开工了。快点。哎，好，开工了。哎，干好。嗯。快来快来快来。哦。对不起。大家都到齐了吧？一会儿我们要开工作。我估计我们一整夜也整理不完，加油干吧！干得完，干得完！换能干什么呢？不知道，看着挺好喝的。哎，走了，干活。
大家快点。没事，先给你堵上。能不能把它都关了呀？才七点半，就得刷牙了，还能再睡会儿。啊，都不臭，这不是我袜子。我的袜子怎么会不臭呢？谁帮我洗的衣服？难道是房东？老太太暗恋我？小伙子，来啊！小伙子，收拾的还算干净吗？快交房租啊！你怎么跟隔壁一个德行啊？再不交租，你就给我走人！对不起啊，房东太太，晚上给你。晚上，总是拖，怎么总是拖？哎呀，不好意思啊，能不能帮我捡一下肥皂啊？老板早啊！我问你，昨天包子钱少了几块，是不是你拿的？哎，我还没说完呢。哎，今天怎么不臭了？这么烂，衣服都洗了，我真是活见鬼。
谢谢啊，再见。您的外卖。昨天还在这呢，为了几个包子钱跑了。哎，阿婆，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长盛街81号小人书王国是搬走了吗？哎，小伙子，怎么又是你啊？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从来没听说过小人书王国。哦，不知道。这么晚，电费不要钱的。房东太太，能不能让人睡觉了？人家明天还要上班呢。说什么呢？闲扯，住别墅去，穷鬼。吓死我了！吓死我了！这一定是做梦，一定是做梦，一定是做梦。先睡，先睡，一会儿起来尿尿就没事了。一定是这样。我都说做梦了，自己吓自己。嘿，靓仔。哎，快点出牌啊，来出出。哎，两个二。房东太太。啊。交房租啊？不是，前两天我刚交过了。那干什么呀？出。房东太太，快点，你们家
是不是有这个什么奇奇怪怪的脏东西啊？啊？啊？怪不得我最近手气这么差呀！我们这儿真有这个东西啊！哎呀，他那么脏，连鬼都懒得找他呀！老公，放狗。好。哎，我们家狗那么凶，能有什么呀？来，打牌，打牌，打牌。五。哎呦，上点年纪真的不行啊！老班总，走你个！是挺早啊。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最近身上也不臭了，衣服也洗了，这真是活见鬼了。喂，我都说完了，你怎么还不走啊？老板，啊，如果有人趁你半夜睡着了帮你收拾房间，女的，正常，不是那个。男的，那也正常啊。一群男的，那就有点不正常了。大半夜的，见鬼了！No problem。我当年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就认识了内地一位正宗的茅山新一代传人，金算卦的。哎，这个价钱呐，非常的公道。提我的话，还能打八恩。哎，我还没说完呢。什么时候啊？你是鬼啊？想怎么样啊？
你见过我这么漂亮的鬼吗？放心吧，我又不咬人。哎，怎么是你啊？原来你一直带在身上啊！你不会是爱上我了吧？可是你，这个，你不请我坐下吗？啊，坐下？嗯，也没有适合你的凳子呀。你等一下。就坐这儿吧。你是不是很好奇我是从哪儿来的？嗯，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叫幸福小人村。嗯，那里住的全是像我这样的小小人。很久以前，我的祖先发现了一个通往新世界的路口，就是你们的世界。他们发现这里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没有见过的，他们爱上了这里，但很快他们就遇上了危险。傻大个，你也坐吧。哦。于是，我们来到了你们的世界，帮你们打扫，获取废弃的资源。渐渐的，我们学会使用了剪刀、刷子，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很快，我们的村子发展得越来越繁荣。但是最近，你们越来越勤快，我们没有废弃的资源可以获取了。我们的村子也陷入了危机，下去看看。这什么也没有啊！是啊，太干净了。没有就去别的找找吧。走吧，走吧。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了你，太好了！哦，原来是你们帮我打扫的卫生啊！不只是打扫，我们可以帮你做任何事。哇，那这么说，我岂不成国王了？对了，你之前那么大，现在怎么变那么小啊？在我们小人村，我们长老可以将我们变大，也可以将我们变小。但是如果变小的话，我们身边的东西也会变小，就像那张照片。哎，真的，好神奇啊！那您还能变大吗？长老说，如果我们多找几个像你这样的来获取资源，是可以的。啊，哎，你之前说可以做任何事情，包不包个生孩子啊？这个，等我变大了再说吧。哇，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哎你，啊，哎呀，
老板，早啊。嗯，老板，早。老板，早。哎呀，臭小子，现在是越来越早了。哎，你是不是变矮了？还要垫脚？你放高了吧？没有啊。我跟你说，你的脸色非常的差。我跟你说，你肯定是被鬼压喽。我跟你说，我给你介绍的那个毛道长是非常灵的。我还没说完呢，我一直这么放的呀。管着，哎。快出啊！快点！四个二俩王，走了！哎呀，贴上吧！房东太太，来吧！交房租啊？刚交过了。哎，小子，今儿个回来挺早啊！哎，房东太太，你看我最近是不是变矮了？哎呀，你以为我这是公交啊？变矮了，房租可以减半。老公，哎，放狗。好，哎，不用了。这不是有病吗？哎，他好像真的变矮了。怎么这么黑呀？哎，你真的变大了、哎、你对我做了什么？先把衣服穿上吧。穿就穿嘛，这么凶干什么？哪有什么声音呐？打牌打牌了！啊，还好那死猫没有追来。啊！好大一只狗啊！高祖婆，你听到了吗？好像真的有声音呢。哪有什么声音啊？有人被狗追啊！救命啊！刘律师，我别想了啊！救命啊！是吧？吓死我了，吓死我了！狗都比我大。
没事了，我带你去个地方。嗯。哇、哦。你带我去哪儿啊？过了这里，前面就是小人村了。我们去小人村干什么？难道你想被狗追啊？那你还没告诉我，我为什么变小啊？你要亲我，也不要这么突然啊。哎，那我还能不能变回来啊？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带你去问我们的长老。长老？那得有多老啊？三五百岁吧。这么老？小人的平均寿命在800岁左右。来到小人村，数百年前我们去到人类的世界，受到人类的启发，小人村越来越繁华。没想到今天居然有人类来到我们的世界，让我代表小人村感谢并款待你。这就是我们长老。哦，长老啊，幸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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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待什么就不必了。我就想问一下，我是不是都变回去？只要回到你们的世界待上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哦，不过我觉得你在你们的世界生活太累了，你不如就留在这里，让我以上宾之礼相待，如何？大度不好意思，长老都说能把你变回去了，你何必着急呢？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在这儿住几天，就当给自己放个假了。只要你手持这本证，在任何地方都能享受贵宾待遇。不过，为了你的安全考虑，我再给你派两个士兵吧。谢谢啊，士兵就不必了。哎，对了，不是有他陪着我吗？我还有事，你就让他们陪你吧。哦，那我先去溜达溜达。这两货怎么整成这样？忙了记得来找我。走了，等雷劈啊！人我已经带来了，现在可以送我回去了吧？又一个懒惰的人类变成了小人，干得不错。2236，不要再叫我这个名字了。虽然我想不起自己的名字，但我再也不想听到这个名字了。有人懒得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你还回去原来的世界干什么？那儿只会更辛苦。不如就留在这儿。做死灵！放开我！放开我！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好日子，小人村的长老在王宫接见了来自人类世界的第2237位贵宾，贵宾全程由2236接待。并由长老亲手颁发贵宾证，人类的科技将会给小人村的发展带来更大的贡献。贵宾好，你好。贵宾好，你好，你好。贵宾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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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哎呀，想不到我在这儿这么受欢迎啊！你可会吓死我了，你
找了个美女陪着我。去啊，我说我不好使是吧？贵宾证啊，去啊，等了皮啊。哎，真是。你也别闲着啊，给我弄点好吃的。哎，我说话又不好使了是吧？啊，跪！哎哎哎哎！放开我，放开我！你要带我去哪儿啊？放开我！我是你们这儿的贵宾呐、啊！哦，哇！哦，还是个美女呀、啊！你要约我也不用这样啊。这是哪儿啊？我以前听阿爹说人类有多好，原来也不过如此。你比以前进来的那些差远了。什么意思？不止我一个人来到这儿吗？以前的人呢？他们都回去了吗？他们永远也回不去了。啊！哈哈哈！你们这是杀人灭口啊！像你这样的人，我在电视上看多了。一看你这造型，就不是什么好人。你就当我没有来过这里，放我离开好不好？我也就当没有见过你啊！我告诉你啊，我也是很厉害的。哇！害怕了吧？有没有吓到？要杀你的人啊，不是我。那是谁啊？就是你今天见到的所谓的长老。不能吧，人家对我挺尊敬的，还尊我为贵宾呢，那待遇。我跟你说，不要冤枉好人好不好？他是不是还给你贵宾证？是啊，有什么问题？你何不打开看看？看就看喽。姓名2237。怎么有点不像我？现在不是，再过几个时辰就是了。2237只是死灵的编号，而死灵就是你见到的黑衣士兵。哇，说的跟真的似的，我都快信了。不信跟我来。去哪儿啊？带你去见小人村真正的长老。这是哪儿啊？哎，你等等我啊！长老好，长老，你们辛苦了，有什么情况吗？没什么情况，一切正常。伊纳卡回来没有？伊纳卡，没有，没看见。阿爹，伊娜卡，孩子，你终于回来了。他就是那个人吗？嗯，这是我阿爹，他才是小人村真正的长老。你就是长老啊？你怎么住这么个地方啊？进去再说啊。把大门关了。好。坐吧。哇。哇，你们这地方确实够差的。你还记得自己的名字吗？我当然记得，我又不健忘。虽然你现在还记得，但是过不了多久，你呀，就会忘了自己叫什么名字。怎么可能啊？之前凡是从你们世界来到这儿的人都不相信自己会忘了自己叫什么名字，
最终都没有逃脱成为死灵的下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是第2237个被骗进来的，所以你的死灵编号是2237。这些在你的贵宾证上应该都写着吧？也就是说，之前来的人都变成死灵了，我是下一个。你别闹了，他们叫我贵宾，很尊敬我的。他们并不是尊敬你，只是害怕你手中的贵宾证。贵宾证上有女巫的黑魔法，像你这样的人啊，是不值得别人去尊重的。哇，你说什么呢？你个小姑娘，人长得挺好看，说话这么难听的。哎，其实啊，我们世界的人跟你们世界的人应该和平共处的。在很久以前，我们小人村在我的家族带领下过得虽然艰苦，但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快乐。有一天，我们想改变现在这种艰苦的生活，于是就用我们小人村的圣物魔法杖打开了一条通往另一世界的通道。于是我们就出现在你们的世界里，面对你们的世界，我们充满了新鲜，也充满了好奇呀。但是很快我们就遇到了危险，是你们世界的人解救了我们，于是我们就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如何使用工具，学习你们如何勤劳致富，用来治理小人村。是啊，我们学到了很多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是也看到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啊，那就是你们人类心中的懒惰和贪婪。唉，这一切深深地影响了我的妹妹。有一天，她带着魔法杖消失了。从那以后，我的心中就产生了深深的担忧啊。等他再回来的时候，他带回了怪兽。小人村奴役着我的子民，他把我赶出了王宫，他拥有了这一切，但是他并不满足。他把手悄悄地伸向了你们的世界，那就是利用你们人类心中的懒惰，把这个懒惰的人千方百计地骗进来，把他控制住，然后又把他放回去寻找下一个目标，让他把下一个带进我们的世界后，再把这个懒惰的人变成死灵来扩充他的军队，如此循环往复。你就是第2237个死灵啊。幸好这魔法杖只能在我们的世界使用，否则你们的世界将慢慢变得和我们一样暗无天日啊。这么说
是2236把我带进来的。我跟你说，千万别让我再看到这个孙子，要不然我大大的生活不能自理啊。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啊？带你进来的那个女的就是2236。嗯，也许她现在已经变成40了。她和你一样，也是因为懒惰才被骗进来的。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想要帮助她，但是贵宾的周围始终有死灵在守着，想要接近他很困难。我们花了好大功夫才让伊娜卡混了进去，可惜啊，他已经忘了自己的名字，直到你的到来。你们搞什么呀？一会儿说我是贵宾啊，可以享受贵宾待遇，所有人都尊敬我，一会儿呢又说我快死了，我到底该听谁的？本来我只想来个奇幻冒险之旅，结果差点死在这儿。本来以为我遇到个女的是个女神啊，结果是个骗子。我的天哪，干什么呀？我现在什么都不想，我就想快点离开这个鬼地方。OK， 只要你还记得自己的名字，就有办法。那通道虽然是魔法杖创造的，但是我们也研究了其他的办法，送你离开小人村，回到自己的世界。只要你回到人类的世界，不要再那么懒惰了，就可以变回原来的样子。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答应过我，只要我帮你找到懒惰的人，你就放我回人类的世界。你骗我！我并没有骗你啊，我只是对进来的所有懒人都说了同样的话。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就留下来做我的2236吧。2237不见了。你群没用的废物，别以为2237跑了你就没事了。只要你想不起你的名字，我还是可以把你变成死灵。通知所有死灵，全面搜捕，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到。我是孤妖，我是孤妖兵。这个就是我们根据你们人类去探索其他星球的航天器而研制出来的。虽然我们没有魔法杖，但是我们有了你们人类先进的技术啊，它一样可以把你送到你们的世界啊。哦，对了，他们管这个叫科学呀。啊，科学。我呢，就是这儿的科学家。哇，就这么个破玩意儿，安不安全啊？这是在质疑我的科学造诣啊，绝对安全。哎，你想不想回去呀？啊，算了算了，死就死了，来。你放心吧，这个还是有保障的。没错，他这个叫什么来着？安全带呀！对对对，安全带，这肯定是有保障的，你放心吧啊！长老，点火。这是个光荣的任务啊。
准备，等一下，还有什么要说的？伊娜卡，如果你再见到2236，帮我把这个交给他，告诉他，他的名字叫聂静静。你不恨他吗？怪只怪自己太懒，都是我自己懒惰造成的。如果他变成了40，就把他丢了吧。来吧，见证奇迹吧！女巫下令全面搜捕2237。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哎，我说这东西过年好用啊。嗯，老板，这包子味道真心不错。哎呀，谢谢。哎呀，不过呀，不瞒你们说呀，当年我在马来西亚做包子的时候，还从来没有人说包子不好吃的。是，慢慢吃啊。嗯，哎呀，最近生意这么忙，臭小子，两天都不见人了。哎，老板早。这两天去哪里啦？还我损失了好多顾客呀。对不起，老板，我别说，赶紧干活去。艾达强，哦，明白了，恋爱了是吧？哎呀，去吧。哎，回来。嗯，瞧你没精打采的样子，来，喝点幻能。别给我丢脸啊！这女的好像在哪儿见过。真没想到你还活着，这一切就和做梦一样。谢谢你。谢我什么？谢谢你不但没怪我骗了你，差点害你回不来，还帮我找回了名字。你是谁？你不要管我是谁，有人托我把这个交给你。他要我转告你，你的名字应该叫聂晶晶。就这样，我想起了自己的名字，想起所有在人类世界的事。在伊娜卡的帮助下逃了出来。看到你没事我就放心了。我一直还在想自己一个人逃走了是不是有点……记得我以前说的吗？你想做任何事，我都会帮你。我想帮你生孩子。可是，懒惰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生孩子你又不会，怎么能算懒呢？对，有道理。
那就辛苦你了。什么声音？什么声音？别动，你听。救救我们！怎么会这样？预备，点火！长老，不好了！发生了什么事？女巫带着死灵军，还有怪兽打过来了。看来我们救了人命，去惹命了。好吧，就和他做一个了断吧。嗯，走。我的族人敌不过怪兽，魔法杖又在女巫手里，阿爹身受重伤，我们就要灭族了。我们应该帮帮他们。谁呀？这深更半夜的，敲什么敲啊？老板，我找毛道长。阿爹。伊娜卡，让开！快让开！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我们人类世界的发明。哦，死灵君，上！走，跟我来！快走，走，快点！怎么样了？都准备好了。好，来。没病，好哎！这是我们人类的又一项发明。放！别忘了，魔法杖在我手里。人！
魔道长！你就是魔道长，好像很厉害的样子。我不是魔道长，我欠毛家一个人情，我来搭救你们。雕虫小技。飞头将。谢谢。不用谢我，你们两个赶快跟我回去，你们元神出窍已经很久了。哦，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谢谢。谢谢。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哟，来吃饭了，走走走，来里边请啊。好嘞。来这边。哎呀，快打开啊，快来。你别那么磨蹭，快点。耍鬼了，快！你先去吃吧。什么呀？昨天是我先起来的，今天该你了。我先起了。哎，你先起来了。谁呀？快递。你的快递。谢谢啊。我先去刷牙，我先去、哎、让我先去，我先牙刷，找牙刷你别弄了，一会儿我先来，哎呀别挤我，牙膏给我。